林疯狂完了，当林书豪在上季 NBA 节目战右膝髌骨韧带断裂，仅打了一场比赛就整季报销，不少媒体和球迷都认为他已不可能重返巅峰。30岁的年龄，今年休赛期转战老鹰，新赛季淡出主力阵容，担任新秀特雷杨的替补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意味着林书豪英雄迟暮，光芒不再。10月13日亚特兰大老鹰在与迈阿密热队的季前赛中遭遇扳盘，113-119不敌对手。11替补出战的书豪在现里疯狂本色，25分钟十投七中，罚球6罚6中狂砍全队最高的20分。他的侧翼突破中路空气打得有板有眼，第二节助攻卡特命中三分的一幕也令人印象深刻。如果不是第三节一次持球强攻吃到了怀特塞德的火锅，书豪本场比赛的表现堪称完美。林书豪的 NBA 经历堪称传奇，哈佛毕业的他本是 NBA 的边缘球员，却被纽约尼克斯打出现象级表现，随后辗转火箭、湖人、黄蜂和篮网，今夏加盟亚特兰大老鹰。在黄蜂，书豪拿过千万年薪，当时他是肯巴沃克的替补，但七场均 11.7 分3助攻的表现甚至有望角逐当季的最佳第六人。转战老鹰后，书豪能否中换光彩，在第六人位置上再度风生水起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勤奋、低调、坚韧，像只打不死的小鲨。林书豪的 NBA 逆袭路传奇而励志。2012年2月，林书豪荣膺东部州最佳，他带领纽约尼克斯四战全胜，场均砍下 27.3 分、8.3 次助攻和 2.0 次抢断。 NBA 生涯前四场首发，书豪分别得到28分8助攻、23分10助攻、38分7助攻、20分8助攻，总分达到109分。38分对标科比的比赛更是成为传世经典，其109分的前四场首发得分，力压乔丹、奥尼尔、艾弗森等超巨，场均20+7的数据更是成为 NBA 史上第一人。书豪在新赛季能否蝶变，重现林疯狂的辉煌时刻，我们拭目以待。